放那就过来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拍一个喝东西的影片，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喝什么，那就马上看下去吧。今天要拍的是这个，现在很流行的小时候奶茶跟咖啡，然后它的造型就是非常复古，很像国小你的课本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试喝一下，那就快来喝吧。分为奶茶，然后它的奶茶呢，是我昨天有喝过，就是很像厚奶茶，就是因为它是小时候的奶茶嘛。然后我现在喝一口，虽然我昨天喝过，不过我们拍影片就是要来喝看，就是算蛮好喝的奶茶。好，他喝让我朋友喝一下，让他喝喝看。可我觉得它的造型真的是很可爱，而且它才25元，有点便宜耶。你就这样，你猜它好喝的？好喝，跟厚奶茶很像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来喝咖啡的。是咖啡的。然后，可是我看别人，有些人就说很甜，有些人说不会很甜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很甜还是不会很甜。我们就来开开看，这个就还没喝过。我昨天只喝了偷喝了奶茶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着它，就觉得造型很可爱，然后才买的。而且25块，一种比较像波浪咖啡。哦，对，蛮像波浪咖啡，就是那种很便宜的咖啡。可是它造型真的很可爱，你记得吗？我觉得我会因为它造型这样，然后去买它。而且25元真的很便宜，因为一般外面比较特别造型，一般都要就是30-40块起跳这样了。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试喝，然后分享这个的开箱给你们。然后如果今天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帮按个喜欢。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影片或是主题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或是到我粉专留言。还有今天原谅我，我今天素颜，还要有一个光可以补灯。然后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